上几遍呗。今天吃的，这个啥呀？我父亲炒的。今天说实话，我父亲炒的，这个是自己种的西红柿，有点酸，鱼腥草。少吃点啊，没啥食欲。这啥你们知道不？鱼腥草，哇，有点老的鱼腥草。好吃，哇，哎呀，太好吃了。这种是坏了吗？好吃，鱼腥草，以前不喜欢吃，吃不习惯，现在觉得挺好吃的。炒比凉拌好吃，我觉得。给咱放来个双击，感谢。妈吃一会儿。变老了，太阳了，偷秧，该洗头了。老师，开个视频就行了。老师，你。